你以为你用这种方式他就能娶你吗？他想要孩子，我呢想要当他孩子的妈妈。你看我现在在这里，我是这里的女主人，逢年过节的呢我就开着游艇应酬应酬。不是你说的这些重要吗？重要。不是你追求这些，就这些虚的，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重要吗？重要。行行行，你重要吧，你重要。你们女人真不容易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就别操我们成年女人的心了，好吗？你赶紧睡觉吧。哎，我有主意了。什么主意啊？反正爸爸不是要个小棉袄吗？你跟我亲妈说一声，下次的礼物我就不要了，让她生个小棉袄送给爸爸不就行了？你行，别瞎说，你这都乱套了都。陈姐，哎，哟，徐子彤。好久不见。哎呀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嗯，哦，哎呦，哦呦，好久不见，你真的是大不同了呀。啊，哎，听说你辞职不干了。别提了，辞职以后特别无聊，有点空虚。这真是辛苦你了。